那今天是我们的 weekly vlog 下集。昨天做剪片剪到蛮晚，所以今天睡比较晚，所以我现在有点快迟到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先赶去上课，我们大家见，拜拜。嗨大家，我已经回到家了。那现在是下午的1:42。那因为我等下2:00有预约一个，就是我们学校的 career service， 所以我现在有点赶。今天为什么一直有点赶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，所以我现在想说，就是做一下洛梨吐司当午餐，然后可能带去那边吃吧。然后，因为我等下下午还要上山去开另外一个会，所以今天有点小忙。然后我现在超级饿，所以我们赶快来吃吧。Look for the CV and call later. Appointment? Yeah. Yeah. Thank you. 我们刚才就在这里进行 career service， 然后我的 AirPods 差一点离我而去，还好我刚有发现。然后我现在准备要上山去开会，然后就在市中心搭公车。我现在已经到学校了。那这一条路很陌生，是因为这一条是我们学校公车的前一站。然后因为我今天开会的地方在学校的很外圈，所以我就在这站下车了。哇，天真的有够冷哎 ！Oh my god！Yes. Hi, Sue. 谢谢。麻辣香锅。鱼板好吃。
大家。那我今天看到一篇 Instagram， 然后我觉得看了很有感觉，我有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因为他应该也算蛮有名，他叫做瑞玛席丹，就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有在健身的女生。然后他今天分享了一篇一小段英文的名字，然后他的那个第一句的那个 caption 就是 Hurry creates worry， 中文的翻译有写因为着急而造就了许多不必要的担忧。我只是想要分享这个给大家一下，因为我其实长久以来真的一直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就纯粹想要分享一下，就是速度比较慢，天不会塌下来好吗？不要担心。所以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真的不用担心，你只要想清楚，时间安排好就 OK 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那我现在要跟我妈讲一下电话。喂？啊？什么了？生日快乐！嗨，大家早，我现在准备要上山去开会，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小感冒了，May I have a chicken breast with one side? Which marinade would you like? Peri peri. A macaroni with cheese. Then may I have some? And can I also have a latte? Chicken. Small video of a cute dog. You doesn't have to be technically nice. Hi, 大家。我已经回到家了，我觉得我现在心情有点不好，因为我刚才上去开会，对吧？然后我有跟，就是在前一天晚上，我就有跟我的组员说，要先做好功课，开会的时候才有内容讨论。然后很显然，刚才开会就是他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然后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就是，当你很想要前进，可是你身旁的人他们不愿意前进，然后你要硬拖着他们，那种感觉有点的小无力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心情现在没有很好。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差异吧，就是有些国家的人做事就比较 chill 啊，真的，我不知道，算了，现在不要想那么多。所以我觉得我等一下想要就是来看部电影，排解一下不好的情绪，因为还是有很多会要开，但是不知道。好，然后我现在要来做一下晚餐。今天想要吃洛梨蛋吐司，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就有人做那种烘蛋，看起来很好吃，就是那种厚的烘蛋，所以我想来试试看。OK， 那我们就来煮饭。好吃，好吃。
望这次是成功的。我现在要去我们家楼上开会。我把 overview 分成两个，上面那个是比较基础，下面是比较跟它产品，然后还有它的 mission 是什么的放在一起。所以，嗨，我刚开完会，然后现在是晚上的6:56。今天 Crystal 要来巴斯，因为 Crystal 在伦敦找到了 placement， 所以他现在人会留在英国。然后他刚好这个礼拜要来那个 bus， 他就昨天晚上就 text 我说，嗯，就是你有没有空，要不要一起蹭蹭？我就说当然好啊，就是在这个爆炸时期，我需要跟 Crystal 吃一下饭。然后因为 Crystal 他是他 coach 来的，所以他差不多7:30才会到。Crystal 他差不多7:30才会到，所以我想说我先做一下作业，然后我等一下再去车站接他。今天第一次踏出家门，最近还蛮冷的，我以为这阵子英国要变暖了，结果也没有。It's you again. I'll have the Cornish ham. Wonderful. So I must or not?Yeah， 决定放弃当厨师。好吃哎！You mean the restaurant review? Yeah. I think I cannot do this kind of job because most of the restaurant I was oh it's good. I'm not really picky. Crystal is in my house.不打算要露整个脸，然后我今天呢，现在要去开会。其实我今天有点不想露脸，因为我今天就是大素颜，然后还戴了一个眼镜，我就觉得啊，真的是。我现在呢，想要来煮一下饭，因为我这次做报告的主题是在做就是韩式炸鸡在美国的市场的发展，所以你就半夜需要找那种超级多看起来超好吃的炸鸡的那种图片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真的要逼死自己。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就突然超级想吃排骨饭，所以我妈昨天看到我的那个现实动态。大家会给自己的家长追踪 Instagram 吗？我是有跟我妈追踪啦，所以我妈昨天看到之后，她就传了一大篇的食谱给我，然后我想说我现在就想要来做做看，然后所以我想要煮个饭，然后配猪排这样来吃。大家，而且我刚才是累到，就是我朋友约我去看电影，我就说我真的没办法，他们好像要看 Captain Marvel 吧，有这部片吗？我不知道，大家觉得好看吗？好看的话在底下跟我说，我如果之后 有空的话我再去，但是我最近真的是忙翻，真的是忙翻，然后晚上还要剪影片给大家看，希望我明天可以上，就是礼拜一可以上，因为我再来还有想要拍的东西。加油！
人在等饭煮好的同时，我想说我就去运动一下。我今天真的看起来超丑。看起来有点厉害，这感觉跟我妈腌的肉有点像耶，嘿嘿，我还故意把它用的有点像便当的样子。哦，开吃开吃啊！我觉得我现在实在是太丑了，所以我打算用这样子跟大家 ending。 好，反正这就是 weekly vlog 的下集。那我觉得我今天去运动完之后心情有变好一点，所以运动真的是有帮助。 OK，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